说你这个单号哈、哦，本身假如是一个数字的话，比如说它是025这样子单号，那它拿来加了哈、哦，它会先帮你自动帮你转换成数字，然后再帮你加。好、哦，那所以你这边如果假设它原来是一个数字这样的加，加一可不可以？可以。可是问题你会发现哦，加了一之后哈、哦，它会怎么样？把你的零给去掉了，对不对？所以如果你回来的东西要变成0026的话，记得还要再做一件事，什么事呢？就是你加之后怎么样？你还要再把它用那个什么格式化。哎，那格式化呢，在 Excel 里面哈、哦，函数是用 test， 那在那个 VBA 里面用什么？用 format， 还记得吧？这个好像有前面有讲过 format， 它的用途哈、哦，跟那个什么？跟那个 test 几乎一模一样啊，如果四码的话，0000这样就可以了，刮胡。所以哈、哦，如果说我今天呢，要把那个也26+1格式化回去变成那个27的话哈、哦，诶 ，OK， 不过还有一个状，我把它还原一下好了。好，储存格式啊，这边好像有锁保护住了，我把这个保护先取消一下。这边的话，储存的格式哈、哦，里面呢记得是啊，已经文字 ，OK 哈、啊，确定是文字啊，否则00过来的话会有错 ，OK。那我把它格式化，也就是把26+1之后再格式化成四码丢回去，所以基本上哈、哦，各位可以看到0027没有问题。好、哦，那可是问题来了，假如说我今天呢不是0027，是一个 S0027。啊，如果像刚刚的状况哦，你用直接加一是没有问题的。可是如果你今天是 S， 假设前面会多一个 S 的话，这个时候呢，你就不能用刚刚的方法了。那变成怎么样？你必须哈、哦、要多做一些事情。你如果是 S 的话啊，记得就是说它等于什么？等于 S， 先把 S 先切开来，先放前面。然后串接的话呢是用 AND， 前后要加空白 ，S AND 什么呢？然后把什么呢？它后四码，那后四码先抓出来，所以我先把那个这个地方哈、哦、right 哎那个这个地方 B4 啊 B2 里面的东西先用 right 刮胡一下，它的几码后四码逗点四个字先抓出来，也是我后面四码 S N 的后四码，然后呢先把它加一了 ，OK。可是加一之后，我们来看一下，如果把这个地方加了一之后再放回去，会怎么样？你会发现变成什么 ？S28 00不见了，为什么呢？因为哈、哦，我如果把那个刚刚27抓过来加一之后，它就变成数字了，所以怎么办呢？还要再包一下，在这个外面哈、哦，再加一个 format， 就是计算完之后有没有再把它格式化 format 刮胡。然后逗点0000后括弧 ，OK， 好，再试一次哦。现在是 S28， 那我们后四嘛，所以这边再补两个零好了，先打勾一下，确定是四码，然后前面是 S 的话，那我就利用这样的方式，先串接一个 S， 加待会丢回去的话，一样是由 S 开头，然后呢把它的后四码抓出来加一，加一完之后呢，把它格式化成000，再跟 S 串接试一下，应该是 S0029， 有没有 ？OK， 所以这个地方的话，结果哈、哦、就会是这样子。那应该懂那个吧？我们分，其实你们看那个我的公式哦，可以分成几个阶段了、啊。这是第一个一，这是前面的二。最后再 format 是3，好 ，OK， 那这一段导师难度比较高，因为光之前同学遇到这个哈，头就比较大，哦，那这边的话提供给各位参考，在云端上也有这一段，啊，试一下好了哈，那最后的话呢，你再自己再增加一个什么，增加一个按钮，当他选完之后，啊，然后呢，最后直接按一下一个新增资料，它就过去了，然后呢，会把什么呢？会把资料带过去之后，这边有中断，先停一下。好，把资料带过去之后的话，清空。
并且把单号加一，啊，你切过来之后的话，资料都在这里了。OK， 好了，画面先还给各位一下哦，试一下。那这样的话呢，哈，我们就可以达到那个输入资料的自动化，那并且可以帮你把资料哈也存在 Excel 里面的另外一个工作表里面，哦，啊，利用这样的方式其实可以存很多资料了。那目前哈，那个 Excel 最多的笔数可以达到 100多万笔啊，1048576啦，所以基本上哦，我想你这个资料要到100多万笔，应该我想应该绰绰有余了。那如果你是旧版的2003以前的话，它只有6万多笔，65536，啊，所以基本上如果你用2007以后的版本格式的话，100多万笔拿来存资料也没有问题了哦。啊，另外执行效率上面， 你说会很差嘛？也不会啊，按下去马上就把资料存起来，哈。那每一个都可以，哈。其实我觉得只要有一个表单，哈，你要能够输入资料的话，身边哈每天在做的事情呢，都可以把它变成像这样子，啊，就是这个部分的话，就是所谓的那个销货单的自动化，啊，你其他的单也都可以一样了，哈。那 输入完之后哈，哎，我们就可以把有点像哦资料库里面的新增资料，啊，新增完资料哈，以后如果你要做查询的话，也可以在那个销货明细里面，以后你要查嘛，啊，在 Excel 里面的查询呢，通常会用那个所谓的那个筛选功能，啊，比如说你可以再利用里面的筛选功能，然后呢，甚至可以用筛选功能写一个 VBA 啦，啊，以后也可以自动去查到资料，变成说有新增有查询。 那如果你要修改，哎，最简单的，直接 Excel 里面也可以修改，啊，要删除的话呢，哪些资料不要，哎，也可以快速的把那个资料做删除。啊，资料库里面最重要的四个功能，在这个范例里面哈，哎，都可以完整的呈现，没有问题。那最重要的是哈，几乎完全可以掌握了哦，技术的部分的话都在自己手上，资料也在自己手上，不会说 Excel 资料要去SS啦，或者其他的 server 哈去抓，不用了，直接就在 Excel 里面维护起来也会比较方便哈。可以这里的话，我想各位试一下。